好，朋友们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明哥聊太极。今天我们到那个邻居家来钓鱼，这是一个私人的塘啊，这周围都是一个有两家朋友，我们到这来钓鱼啊。下面我们看看这个鱼，看看这个水里的鱼来，看看水里的鱼啊，对着水照一下，来看看这个鱼多不多啊？水里很多的鱼啊，看。放下来很多鱼哈，看不见吗？对，看鱼。好小。哎，对，好。哎呀，掉了，没意思了。好。啊，鱼食被吃掉了。鱼食被吃掉了。好，这个鱼非常多，就是我们看着鱼钓，鱼啊、一大群鱼，我们对着鱼嘴里面送食物，啊。我们到这里啊十几分钟钓几十条了，非常多，但是这个鱼食都是钓小鱼的鱼食。好，那么我们再上一个食，看这个我们是用个香肠，这个香肠切成一个小块，然后我们把它勾在这个，这是香肠。好，我们把它放在这个钩上，哎，我们把它放在钩上，对。好，我们再继续钓，啊，这个离我们家这个塘离我们家也就十几分钟就到了，很近，啊，鱼很多啊。这个美国人呢，他们不吃这种鱼非常不好吃，而且呢，他是不让，就是讲，一般来说是应该不钓的。我们这鱼有点小，有点大了，好，那么现在，好嘞，我们再钓一个看看。鱼食有点大。好，大家看那鱼在吃，看在吃鱼食。啊，这个鱼。这个视频发多了，好像讲的像。对，你讲的吗？还不知道哎，因为是抖音呢。啊。我们视频已经，人抖音好像多少人了？1亿1000多。是不是抖音的？哦，不是。好，看这鱼，看这鱼。他是打到的田纳西州，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，这个现在是2021年4月4号星期天，星期天，我们在这里钓鱼。这里钓鱼呢是要买鱼票的，这个一个鱼票呢是几十块钱一年啊。这个哦，这鱼食都散了。好，我们把它拾起来一下。好，我们这个鱼食就是用香肠把它切成一个小方块。哎，好，那么好，我们现在呢太阳已经快下山了，这鱼都不来了，我们再钓一次。好，我们再钓一次哈，我们再钓一次看看。好，这个是你家的吧？正常拿着，看他家去。哦，这个鱼好像已经转移地方了。那都欠了也拿他家去。好，那你走吧，我走了。好，你回去啊。先吃了完了还是没吃完吗？我吃晚上的，这个小钳子你拿那家去了啊。我走了。啊，你走了。哎，拿个小鱼出去炸的，去油炸去。他不吃啊。他不吃。现在这个太阳下山以后，这个鱼少了，刚才一群鱼。好，那么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塘边还有这个天鹅，这个塘边有个天鹅，你看天鹅在我们旁边啊，看这还有一个喷泉，这很漂亮。对，它就是
啊，他们先走了。这上面是一个网球场，啊，这个房子是一个游泳池，是一个游泳池，对，啊，现在太阳下山了，玩的人都出来了，啊，都出来了，啊，好，啊，这太阳下山了，啊，哎，对，好，我们来，啊，你看看旁边都有人来玩了，啊，这啊有很多鱼，有一群鱼，啊，我们这是第三次来钓鱼了，啊，好，那么现在。好，现在我再来钓一次，我们再钓一次，看看这个鱼，啊，啊，这个美国的这个生态环境非常好，这个鱼就是没有人钓，这个美国人不吃鱼，所以我们这个鱼非常多，我们已经钓了很多了，现在我们再下一次钩，啊，国内钓鱼在里钩放里放着放，一个小时几十分钟都没有鱼，这里是往鱼嘴里边放的，哈哈，好，我们再来看一看啊，好。好，这个鱼群现在已经开始走了。那你去，你有钱了呀？鱼群已经开始走了。好，这个现在这个鱼群好像走了。现在鱼群来了，现在已经鱼群已经来了，大家看，啊，看这个，哎，就有一个鱼群，来看一看这个鱼群，看看，看这个鱼群，看看。看水里有个鱼，有一群鱼，看，都在吃这个，都在吃这个食。哎，能看到啊？哎，好多鱼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好多鱼。哎，看这一群鱼。好嘞，哎呦，出来了，哎 ，miss 的，就是已经跑掉了。好，我们再钓一下哈，看着一群鱼。啊，往后站一个。哦，看着，好，这群鱼已经出钩了。你看，它已经咬钩了，看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来了，我的来了，来，我的大哥来，快点。好，啊，对，好，好。哎呀，好，那到那里面吧。好，那没有，好了。不是不照了，我来给你取吧。我来给你取。这个掉下去。妈，小心！这个厉害呀！哈哈哈哈哈！来喽！哎，看来了，这种桂鱼、黄鱼，这非常好。哎，你放在水里去，你吸着它。好，来看一看，看一看，照你照你照你，没事，来，哦，看看，好，看看这个鱼，好嘞，看看，啊，这个鱼，这种鱼，对，哎，这个我们这个就是一群鱼，我们放它的嘴里放的，好嘞。好，我们现在把它的钩去掉，那个这钩去掉，我们要把它钩去掉。哎呀，这个钩跑到里边去了，我们用个钳子吧。那个钳子给我一下。好，好，好的。好。好，现在，好。好嘞。
好嘞，一个鱼喽。这个鱼不小。这个鱼可以，一般很好嘞，拜拜。好，我看几分钟，有没有十分钟？好，不耽误大家时间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。我们就是这里，今天是第三次来钓鱼。哎，老胡姐。啊，钓得很好。啊，我们刚来的时候，一群一群的很多，啊，马上就钓很多。现在天黑了，好，好，再见了，朋友们，拜拜。